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启应文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精金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乎神，我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。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阿们。